好，下课了，谢谢大家。今天我们那个台上的乐手有 keyboard 手杰任老师，然后 ice 吉他手中间的拉冰琪，然后还有光复，还有打嗨，都是我们台东很优秀的乐手，谢谢你们。那下个月的同一时间，我们一样会有第一个礼拜四会有铁花特调，那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在那个时候就是到铁花村来这边一起观看这个节目，谢谢大家。傍晚六点下班。